让我欣赏小蜜的才艺，为什么呢？她好，什么都能做，小姐的那个啊，还会芭蕾舞，还会男声，而且还会歌仔戏的耍枪什么等等。我觉得根本不是人嘛，她为什么会这么多的东西？这是一个最保守的年代，也是一个辉煌的时代。曾经风靡东南亚的艺侠歌舞剧团，就是当年的星光大道超级偶像。上面的人好多人在动，好多人跑来跑去，很豪华，很丰富。25年后，这群侠女们计划重出江湖，他们能够再现那段金碧辉煌的回忆吗？周二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艺侠年代就在公视13频道。